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奖，而且我不单只是第一次来拿，我这一次是第二次拿。第一次我拿了一个奖，这一次我拿了两个奖。这一个奖对我来说，我基本上我的市场都在中国，我会把这个奖带回去中国给他们看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他们也承认这一个奖。而且我今天我的同事从中国来的十几位，对，因为他们对这个奖项是有一个认可的，所以他们就会来。怎么说，这个也是一个亚太区的奖。